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大医师张尚纯。大家知道什么时候要戴口罩吗？一、看病、陪病、探病的时候要戴；二、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务必要戴；三、慢性病患者外出时建议要戴；健康民众则不需要戴口罩，一般外科口罩就有足够的防护力。预防武汉肺炎最有效、经济实惠的方法就是勤洗手，可以用肥皂湿洗手，也可以使用干洗手液。正确的干洗手使用量只要2到5cc 就可以，不需要过多，所以不需要准备太多的量。